财经必读，千亿级吸央企来了。中国电器装备集团成立，经国务院批准，组建中国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列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名单，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所属相关企业，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划入中国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机构依法依规制作引进播出内容健康向上弘扬真善美的优秀动画片，坚决抵制还有暴力血腥低俗色情等不良情节和画面的动画片上网播出。业内人士分析称，四盘日光在目前的情况下比较特殊，可能因当天开售新盘总价门槛不太高，吸引了一波购买力。